按摩棒好吗？糖尿病，现在是治糖尿病。那现在干什么？那你冲。弟弟啊，这个是心脏恢复，大家，谁在这里？还有这贵州他家有戏啊，所以这里才你们才点的。啊，听落去啊！所以要治好心脏病，这一支跟这一支要先抓，因为这个是心脏，这个是啊，胃加心脏到心脏外面写几粒，啊写出来，心包，所以这两支一定要先把它怎样？哦，再抠，放松，嘴巴让它吐气，嘴巴让它吐气，笑出来呀、啊！可以，没关系，不叫它吐气就好，不叫它吐气就没关系，吐气就好，放松这边，它吐的很厉害，加胸襟哦。对，吐气，嘴巴张开啊，吐气，啊，再两分钟就要，一两分钟就 OK 的，啊。现在不会痛了。哦，散掉了，我还没讲。啊，你也吃个大力的，哈哈哈哈不痛了。哦、不痛了、哦、不痛了。好，现在哈、哦，进冷店，坐起来哦，你坐好点哦。哎呦，啊，我们上面，酷刑哦，哪里？我突然看不出来是咋。心脏，我现在做这两只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两只的温度，跟这温度，跟这改方法，这两只中间的温度有同款无？大概这个温度哦，同款无？不同款哈，因为你看颜色也不一样哈，因为血液本来到身跑不回去了，基本上加有没有都这样，加加有没有都，所以血液有回去，你看这比较，这只比较红，这两只比较白，哦，好，各位。小白要再做吗？赶快过走。各位，大家挪一挪，把它挪一挪。因为哈、哦，几乎在台湾没有人愿意，几乎所有医生，台湾知道我的人，卫生署知道我。因为他们非常非常歇斯底里的怎样害怕台湾的人了解苦行是谁，因为苦行真的是可以让台湾的医院怎么样80%以上怎样立即关门，你只要让你的手脚末梢可以让循环可以让招来在心中，怎么可能会心脏病？所以把平常你都吃维他命 C 卵磷脂都吃，一辈子绝对不可能会心脏病。哦，平常椰子油，家里面把所有油，要不要改吃椰子油？要，改吃椰子。这个给真的足可怜，无人爱，无人听，都一直在剥削。
全世界比咱台湾人较少的国家，三万多外、五万外、七万外、九万外，也是一个国家。哎、欸，讲较歹听，比咱放假吼，台北吼，凊彩一个树林区放假户人较少，他们也是国家呢。哎、欸，咱人敢有比他少？那贸易根本比他少，那人家不比他还慢？没有，我们竟然不是一个国家。而一而再，再三被剥削，故意让他变成一个生病的王国。啊，这些政治人物在做什么？所以讲实在话。我也说，真是一直在那边哭，我哭，为什么我要知道那么多？所以心脏病不是病哈、哦，你只要让血液循环到心脏去，静脉它怎么灵？它哪一走，哪一起？你卡着，你卡下去就停，必须还停。老师，请解我。你看脸色，脸色，你看刚压压手两次啊，脸色比较比较红嫩。小弟们来一个，你们来听一下。没有，有个镜子拿给他看啊。这个脸拍照，没了，大哥，趁这个机会啦。好，对呀，对啊，不过我来讲哦，这个老师打勾勾哦，自己要一定要自己压住。加盖章哦，加，你不要加，啊电脑加，这个年，那加，啊每次电脑，哦你可以容易起哦，哎呦，起一下哦，那那一点还零水，啊你每张还零多少？哈哈哈哈哈，每张零水啊，哦你们啊怎么搞爽啊？早晨一场，哦，那通他是不一样的啊，老师怎么办？会的，他会加的，他因为他已经给我盖章了，盖章啊，啊，懒猪还。土豆腐、公文、数百人堆，一言涉水，对不对吼？椎间盘滑脱如何治疗？哈，椎间盘老师那基本动作几个动作有没有？上下转动，不了，五哦。哦，对不对？这个动作你可哈无多，先迈做，先做些哦。你有几张台湾的牌路无？啊，做到尾查出来，已经站落去有无？所以你做眼睛愈开，然后这样呢，这样呢，我等下无可能，你话呢？你不要，一讲，然后大家上，哎呦，我来再闹。我就没怕起来，不是我吧？紧张。我懂得放屁啊，那就放下。对啊，又不是我生病。不是我放屁啊！你爱讲加油，你为啥讲你不做啊？你爱讲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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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给他鼓励。加油！要给他鼓励。好棒！你拍中哈。你现在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先生永远是老婆的第一个儿子，所以对儿子一定要怎样？要爱。我很害怕啊！要爱我啊！要体贴哦。我体贴他。好，哦，那现在体贴他哈，哦，好，所以这两个是那几个动作哈，那就叫。老师，请问你颈部啊，对不对？老师，先回答问题，等一下。痛风、尿酸结晶、眼白常出血、任何两旁不舒服，这样。不是那个痛风是我妹妹，她好像刚刚这个脚踝这里就长了那个肉也起起来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讲给你听哈，因为痛风每个人都不一样
啊，所以最好是请他来自己找我啊。那通风我会告诉你说，通风的人，通风的人本身自己就是懒得动，你就告诉他，痛给他死就好了。哦，因为懒得动，他本身里面的尿酸排不掉。请他接受老师的酷刑，多运动。然后我们苗栗啊、哦，那桃园有一个先生，电子高贵，他家财产算亿的，一个姓谢的。台大检查，手指要怎么样？切掉，小样，切掉。后来找我，我说你家喝醋，喝。老师的离子钙一颗泡水2000cc，一天慢慢喝，然后做运动，老师的运动，或是什么运动都可以。他就去南庄那边买一块地，那骨头乱怎么样？乱动，流汗，一直流汗，动，最后痛风就好了。痛，因为痛风不是病哦，你早睡一吸一。那只有等死，不是因为吃那东西，有时候他一手啊，不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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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西医根本不是吃什么什么，人家光吃什么那个关键的普林比较多的食物而产生的，那根本是胡扯，是你的身体的生化机能产生错误，不要怪东怪西，你自己懒得动，最好你跟你妹妹讲。吸吸也他可以挖，老师请就拜。老师，他每天都拜108下的佛，每天都拜佛嘞。还没有笑，拜佛只是这样拜，拜只是这样拜，这边动不动？这边有没有动？这边有没有动？临时动一个地方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人只有腰部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有没有这里算不算你？这里算不算？这里算不算？对不对？阿林石，阿林贵人拜。我告诉你啊，好多师傅啊，是我的学生啊。哎、老师，啊、我打刚吼，啊，套上拜哦，阿弥拜哦，啊，我们佛教说，哎、拜佛可以长命百岁，为什么我是长命百病，天身体通通是病，阿都医不好。哦，不对了哈、哦，事实上，他的作息有问题，啊、哦，作息也出问题哦，他的身上的膀胱经、肾经都堵住，代谢失调，哦，那脾经也堵住，啊、哦，眼白在常出血，像我先生他是眼角、那个，你叫你先生来，来，他不来，这个太远了，住哪里？纽西兰，他现在台北了。叫他来，他不来。啊，叫吧，叫去死是死啊！去死死就好了。他常常随便，不是啊，动不动就眼白出血，但是两个礼拜就犯一次。是他有开白内障。啊，不是啊。他之前就有。之前不是啊。问题是啊，维他命 C 严重缺乏症。哎，这个谁医吼？医生都说没得医的。啊，本来就没得医啊。医生跟你讲是。不是啦，医生讲的是真话啊，你没有听到医生讲的内涵啊。医生说没得医治，我所有药是没办法医这种病，这种病他不敢告诉你，因为他告诉你，你就会医了。他叫做维他命 C 严重缺乏症，啊，假水果、假维他命 C 这样吃下去就好了。超过多少维他命 C 要吃多少？至少要一万个单位。一天至少要一万单位，哦，你一万单位是一次吃，差不多一次一个小时，你给他吃了差不多800-1000多，哦，按分顶次吃，几天就好了，因为是五羊冰当的流失嘛。我可以告诉你哈、哦，你老公是不是压力很大？工作压力？退休了，没有压力了。啊？他退休没有压力啊？退休没有压力？在家里啊，在家里压力很大。那他是无聊压力太大。还是你给他压力？我没有给他压力啊，我们两个都退休了。因为
对你来讲是压力，压力大，他我认识他们外面去当牛师，哦，你只要给这个事，这个病很简单，我让秘书给他吃就好。所以医生告诉你是正确的，因为他没有药可以医啊，他没有说谎话啊，只是他不敢讲真话而已啊。第三个，肋骨两旁不好，不舒服，又不是你的。是我，这里。常常如果我手这样，我发现这样照相照很久，你就很不舒服。下面这里对不对？就是乳酸堆积了。我这边的乳房有那个拿掉，啊，是肋骨下面真的不舒服。对，我你一躺一躺着，躺着，你躺着。吃那个制酸剂，医生说不能吃了好几年，没好。医生说不能停了，停了会怎样？停了会伤更多，所以他不敢停了，都叫他停掉，他说。根本不能吃。那是姐妹。对呀，爆我的料。哎，老师，老师，你说他不能吃胃酸逆流的药，那怎么办？医生都开止酸剂。吃食物嘛，谁叫你吃药？身体健康是吃食物的健康，谁叫你吃药？开三次，乳房割掉。啊，这边。这边卵巢拿掉，还剩两个。啊，现在几年了？三十多年。你脚弯弯的，脚弯弯的，放松啊。胖把里面的。哎呦！啊。他说胖把，因为他开刀嘛，他说胖把里面的东西压。不可能啦！太有可能了。原来是刀口啊。那不可能，哪有几年的那个？我在夜戳那个，好，看这里，二啦二啦二啦，来干啦！打了你，你要自己，自己的。看这里。开这样，开这样，因为开刀，医生就说不要叫你不要去戳它，然后以后哈、哦，里面再病变，然后再给医生再开一次，反正哈、哦，每次开刀你都会写这些书，反正问题都不是医生的，那都是你的，啊、哦，所以医生很聪明，他医生是一个杀人系统。所以我常跟你讲，医生的话最好不要相信。这边剖开这样是错误的，因为经络堵住。这边剖开也是错误，最好是不要剖。那我们一般来讲，我肉被剖开以后，真正好的医生是由下面先把你救后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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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后，才上面缝起来。那我们医生是怎样？叫阿你杀起来，杀起来，看清楚。那边有 Q， 有 Q， 无 Q 啦。所以你会发现到，你在摸你身体的时候，里面是什么？一颗一颗的，一块一颗，一颗一颗的，一颗一颗的。那一颗一颗的，问题就出来。里面一颗一颗就是死的肉。死的肉，永远是你的肿瘤病变的因子。所以当你开完刀三四个月以后，当然三个月内你不要去搓搓揉揉，然后慢慢愈合。超过三个月以后，你就开始怎样？舒缓，去舒缓。因为你在舒缓的时候，它因为两边的肌肉经过你手在舒缓的时候，人有一个自然的痊愈的系统，你们都疏忽掉自己身体的痊愈系统，它的危险会怎样？两边的微血管会怎样？接起来，会接起来。当两边的微血管接起来的时候，接着淋巴就会进去，淋巴进去就会把那些赘肉怎样？吞噬，夹掉，会产生新的肉会产生，新的肉产生，
你的经络会怎么样？会接上来。一般开刀是外面皮是好的嘛，但是里面受伤什么时候会好？我觉得你搓搓揉揉，你去搓它揉揉它，所以你搓揉揉它，它的里面的微血管，所以就让微血管去排卵，要不要让它接上去？对，接回来淋巴进去，自然会把里面的息肉、食肉怎样开始分解、吞噬，所以最后以后你摸起来怎样，又是顺顺的一条，里面没有一颗一颗的。所以是谁主导的？自己。这阴部还在讲一次，你不要把这里当做性器官，它永远不是性器官，它是人体的能量总部，也是人体的情绪仓库的总部。这地方你假使不愿意去把它完全让十四条经络，你不让它畅通。身体的修能力就是这样，五脏六腑就开始萎缩。你看，这边加起来，里面是硬的，对吧？好硬的，有没有？会很痛，要不要捏下去？好，加油！利用这个机会，难得，不去。自己压半天，手下留情。老师压一次，你就赚到了。你自己摸是摸它是软软，但是里面是硬的，里面的好几条都堵在龟壳里。自己摸不到，我在那边，有没有？吐气，哎哎，舒服，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。几分钟以后，你两分钟够，你就你手放开，两分钟够，你就赚到。陈律师长，你要就做，要就喊，不要就起来，就没关系了。哦，我是要很费力哈，三千两分钟。好了，两分钟。好，起来，自己回去做。好，我再讲你下去。躺下去。躺着。你们两姐，老师他不能捏，他不能捏，能捏三下了嘛？哎，好了，放松了，放松。放轻松。爱起来。放松。爱起来不要紧。不是放松，放松个反正反正。叫出来没关系。放松。嘴巴张开，啊，都没关系，啊，放松，叫没关系，一下子而已，很快的，尽量啊，两三下就好，最多两分钟啊，他越大声越好了，哎呀，这样就好了，说完了，没事了呀。快了，快就不痛了。你那个紧张，那个要命。对呀。在家不露脸了。你不在家呀？在家能不痛吗？现在看你们怎么样？带你们去了，年轻人。对。这种表现非常好。在家不痛，在家还是很顺的。那不露该管了。我怎么变大了？这个是技巧，这个是因为我双手捏过超过6000位以上的，我知道怎样才会让它松松的。第三是自己能压，为什么压不开？是因为怕痛，你们马上怎样？放弃，就是说，啊，因为我知道里面的，因为我学过肌肉解剖学、骨头解剖学、经络解剖学。我知道是哪一条是什么地方，哪一条是什么，我也知道是怎么去把它打开。一般我们这压力好像抓的都是脂肪，好像上。对，你们都抓在表皮上面。对呀、啊。这里面的经络你们没有去。没有抓到。啊。其实我也不想去帮人家抓。以前我是天天帮人家，我以前在苗栗的时候，我从早到5点钟就开始了，一进去5点钟就有人开始，老师我来了，一进来都衣服脱光光，就开始说。30桩，下去再一个人上，一直到10点钟。因为我都不收钱，吼、哦，一个做好吼，一个不允妹妹，不允阿哥，不允阿妈，哦，都是女生，吼、哦，都闯规定的啊。真正朋友过不来。哦，过不来，啊，人都免钱吼。老弟救了他。吼、哦，那时候累的吼、哦。真的累。我从早上5点钟变到11点，一
个礼拜六天哦。我回来家里面说是他老婆，他敢放慢走了，都还出来快快乐乐走了，这么走这么走的，啊一天又回去了，就让我出来了。出去未来了，这个边再一点，去了。那稍微送三个碗，对。所以我喜欢教，我现在大部分都是教，我很少去办工作。好，有没有不一样？你看里面加起来有没有不一样？好，一次就开了，但是你接着你这里要不去用力去搓开。你可能它会乳酸情绪还有慢慢的啊，我现在刚刚跟你讲的这个地方，看这里哈，看这里哈，肋骨的下面这一条，这个地方压起来，这一块痛，哦这一块哈，它这叫情绪的堆积，你们平常应该是用这样去搓。由这边用力压下去，哦，这一条，它完全是情绪的乳酸的堆积的场所。只要你的情绪一直积黏的液，你这边压下去一整块，我会告诉你，好痛好痛好痛。下面医生按照把你医，开始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西医中医会医好的，吃什么药都不会好。但是我会告诉你，只要你认真去把它搓一搓，搓一搓，搓到怎样，松掉了，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，完全 Q 了，怎么都不痛了。谁是最好医生？自己。冰箱不能攀，不能够请别人帮你搓肋骨缝。哦，不能跟老公撒娇，老公，我很爱你呢。帮我搓一搓。帮我搓一搓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自己搓。不可以。肋骨缝绝对不能请老公帮你搓，因为老公的手一定是比你厚。那个缝压下去，刚好不是压缝，是压上面。哆来咪，等三滴，哆来咪发嗦，等多滴。我教了17年，一个台南，一个高雄阿伯啊，有老师，他们打我蹲下面，就跳蹲下面了。我给我老公搞半天，我老公搞半天了，啊！别别别别别别别，蹲下蹲下蹲下，老师是安怎？我阿婆啊，你慢慢讲吼，你讲慢我听无。你甲讲下手变安怎听？啊，倒手变安怎听？啊，听几声？老师，你点怎么听吼？下手变，变变变有三声，我倒手变。老师，蹲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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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倒手变哦，变变。变别别别不无声，那是安怎？我阿婆啊，啊驾就等三机，到处等五机，靠！电话拉风拉口，我不要了。我门前医生哦，医生以为哈，这时候在家里面休息，小鱼干都吃，维他命 C 都吃，现在的都吃，啊三个月就好了。哦，通通不要找医生哈，你可以自我修复哈，但你这三个月哈。帮了就听哈，帮了就听，还好我稍微心中平哦，阿叫家长。我的师兄，我很多的师兄，很多的师姐，为什么为什么我想问他去？做这啊，阿去给按摩，按摩到尾啊，为什么手起起的拢爱回应上？就是人家去了去吼，阿唔知迄个是吼骨质疏松症，阿个去了去吼，阿去摆个啥？做菜，不行都怎么菜了？阿庄，阿庄看，所以我的师兄师姐他们骂我，笨笨，啊恶诶，啊出塞啊，啊不要叹气，这是咧讲想啥物空泛，干做做就好，唔免叹气。你戆，你那是戆，你那戆小你。我的师兄姐都骂我什么？戆到袂地上诶。啊，不过现在哈，我有时候我们回。我八杠一吼，啊，师兄姐大家才上讲饭吼，我们78个了，啊，我们吃饭时阵哦，他们说，师弟哦，啊，吃个老啊吼，他看看吼，啊，你想象，我们老
人家在看你用汤锅，感觉老鼠了。